这些你不知道的 iHerb 超冷门必买好物。身为资深老会员，从2016年就有丰富的购物经验。除了超好买的保健品之外，这些生活上你会用到的值得掏出钱钱的好东西也不要错过。还有超杀折扣码，没有输入到你会后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你好，好大家是可可酒精。好妹，等了8年 ，iHerb 终于发现我们姐妹俩真的超爱买他们的东西，购物车随便都是十几样起跳。除了买得到国外这些大品牌之外，它的价格也真的非常划算。所以，我们来分享这些你可能不知道的超必买好物。首先是好厨师阿头的必买。Yes， 身为好厨师阿头非常看重营养的成分，你们看他这个白肉肉的脸就知道，吃得很好。就是我知道 iHerb 呢，是因为就是 iHerb 上面很多那种有机健康食品，还有很多营养学家特地强调的有效营养成分。然后我发现这一排呢 ，Simply Organic 这一排绿色的盖子，然后透明玻璃的瓶身很漂亮。然后我们这次买的是这个牛至。外国人专门撒在披萨上面，有点像那个罗勒奥勒冈的那个味道，很香，那个很香。对，然后这个呢是买来做阿刘的辅食，不是我的，平常都会帮他用一些肉嘛。然后我有在看狗狗营养学的书，里面的营养学专家就很推荐牛至这个成分，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A、C、K， 然后它是一个很强大的抗氧化成分。然后你说、它会结合钙、铁、锰，然后它的抗氧化能力比苹果跟蓝莓还要更强。Yes， 所以它是一个对狗狗非常好的香料，对我也很好。他们家的那个很纯，就是不会添加一堆有的没的乱七八糟。我之前就有在他们家买这个肉桂粉，肉桂粉也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。可是挑肉桂粉，就是你去看的话，人家会建议你产地尽量选锡兰的这个肉桂粉。我们去麦当劳买苹果派对。自己再调一个吃垃圾食品，但是加了一点营养的东西，这就是姐妹营养学，吃在垃圾的东西配点营养品就 OK 了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姜黄粉，前阵子很流行那个黄金奶，就是牛奶啊或是豆浆，然后加姜黄再加胡椒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炎成分。感觉不好喝，因为我之前内分泌失调啊，我就买，然后但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姜黄味道，我现在就撒在阿刘的饭里面，因为好聪明，对狗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炎成分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倒入牛奶或者是豆浆，你爱喝的乳制品都可以，最好是有一点油脂的，然后再加一点磨碎的黑胡椒，这个也是帮助你吸收的。姜黄粉，好像是拍一下它的屁股就好了。再把它拿去微波，把它微波的有一点温热就好了。黄金奶，做我们身体健康，有点中药的奶，我能接受，但我不喜欢。哦，它闻起来是奶味。是健康食品，很健康。我觉得它把它加热之后，那个牛奶整个味道就释放出来，但它那个姜黄跟胡椒的味道其实有，但是就很淡。一天一小杯，健康永流传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肉豆蔻，肉豆蔻，这也是这次新买的，因为我看人家说肉豆蔻加拿铁也蛮好，它就是微微的辛辣味的那种感觉，还有点木质调的胡椒，它闻起来超香的，真的有点像我们的五角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像我们那种八角，五角是乐团哟，最简单的就是你平常腌一些红肉的时候下去用，它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调味料。最后一瓶是这个我们的大蒜香料调味粉，然后它这一瓶就是闻起来有非常浓厚的那个牛肝菌的香味，这个就是你直接拿来沾现成的肉，或是你快煮好的时候撒上去，再加一点盐巴，哇，你那个料理直接升华，你不需要自己切蒜下去煸，加咸酥鸡哦，加咸酥鸡超棒，这个是每个人都一定要买的 ，yes， 推荐。所以他们家 Simply Organic 的香料，我觉得不管是好吃还是为了营养，我都非常推荐大家买。巴西莓粉这个呢也是非常有名，最棒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很高，然后它也是非常高抗氧化的东西，就是因为台湾其实蓝莓啊、草莓那些其实都偏贵，对，那你买这个话，你可能每天就是一瓢，然后就会到达那个营养含量，然后它的维他命 C 是一般柳橙的10倍，所以它吃了除了那个花青素高，然后维他命 C 以外，然后它也有很棒的纤维，你可以促进你的肠道消化。然后我们不是很常在外面找午餐，你会看到那个巴西莓碗，对，一小碗卖你270、280那种，就是四百三。
三吗？400多块，因为我一直想试试，可是那个价格我实在是无法抗制。Yes. 你就去全联买一个无糖优格，然后外面那些比较固体的、啊，他们是把那个乳清优格的乳清先前一天把它滤掉，那个优格就会变得很凝固状的。哦，嗯，但是因为乳清是好东西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有把它滤开，现在有点像 Oreo 的感觉。Yes， 现在像冰旋风。好，再摆上你喜欢的水果。你笑什么笑？好丑，这个成本不到100块，将就一下。好。如何？好吃。很好吃啊。一定要配水果。因为我觉得巴西莓本身的味道、巴西莓粉本身没什么味道，它之所以做成碗是很有原因的，因为只放莓粉你一定很快就腻又很无趣，配上水果除了变漂亮之外，很搭，很好吃，有一种维生素 C 在你嘴巴里面放烟火的感觉。作为一个下午茶点心，我觉得你可以有更健康的选择，很赞。还有你平常如果在家会打一些果汁果昔啊，你加那种冷冻香蕉优格一起打的话，它就会更那个更粘稠，像冰淇淋那种感觉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超级食物，推荐大家。有请泡茶天王哦，妹妹真的是超爱泡茶的，我们家连茶具都那么浮夸。这一排呢是 Honey Suns 的茶，这是碗子好漂亮。然后这我觉得它的调配都非常用心，然后泡起来也都非常的滑顺爽口，就是完全没有喝过涩涩的这样子。是不是？不可以涩涩。不可以。然后比如说这款 Paris 的红茶，它就是那个 Lady Anne 的御用茶， Lady Anne 就是用这个。然后这次买的是这个薄荷茶，它用的是俄勒冈州的纯薄荷叶，没有咖啡因，所以你晚上你也不用担心睡不着。然后这个啊是407元，里面有30包，所以一包茶是14块。然后必须说它的茶叶给的很多，我也有泡一个，冷水就可以直接冷泡。哦，它真的很浓香哎。香哦，我觉得薄荷是一个非常棒的茶，就是除了可以让你那个口齿清晰、清爽、清凉，夏天你喝这个茶，冷气直接调高2度，省电哦。真的，你夏天直接泡一个冰的加冰块的薄荷茶，哇，直接解暑，蛮推荐大家就是喝一些无咖啡因的茶品。大家看到 Honey Suns 的茶可以买，他们家普遍都不踩雷，我目前没有买到踩雷，而且罐子真的很漂亮。Yes。我人生第一块紫水晶，哇，什么都有卖，是易贝吗？有一些紫水晶是拿来招财的，可是我选择用紫水晶来保持美丽。噔噔，紫水晶刮痧板，它是天然的紫晶，所以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天然的卫生纸吗？天然的紫晶。奶奶想喝。像这个啊，除了刮脸之外，我也会按身体的穴道。那身体穴道，我就用我过去的砭石。你可以看到跟紫水晶的差别是，这个紫水晶比较小，也更薄，那也比较轻，但是它好处就是脸部真的适合小的，每一个穴位每一个点都会更到。那这个大颗的适合用在身体，有没有？那身体的点哦、oh, yes、很舒服 yes。 然后它清洁也很方便，就是用水简单冲就好了，真的很推荐大家入手一个紫水晶来保持自己的漂亮。像晚上保养之前我都会用这个推，可是你推绝对不能干推，也不能用脸部分泌的油推，你一定要用专业的面部油推，逆龄复颜多肽面油，它名字真的很长，质地非常的清爽舒服，它这个就是很好滴，然后我就会随便滴，因为它价格真的很划算，我就先把它轻轻的抹开，它的质地也很清爽，很好吸收，然后再用这个刮刮板的时候就，哦，你看它这个油，它是不是不会黏黏腻腻的？比去那个 SPA 馆的还要不厚重，就是随着岁月啊，会有一些细纹或者皮肤比较干，所以毛孔也会变大。你只要肌肤有足够的保水，毛孔就会变小。那油呢，是其实很好保水的东西。那像我现在都会用早 C 晚 A， 所以我晚上的 A 醇啊、A 酸这些加很多，隔天都会有脱皮或屑屑。但我自从有在加油之后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屑屑就变少了，所以我化妆就不会脱皮脱得到处就是，完美搭配，这是我自己的真心推荐。那如果用咸酥鸡的油养鸡可以吗？
我会在你脸上吃东西，脸部顾好了，身体的舒压穴道也很重要。出去按摩真的有点贵，所以我自己用这种砭石这样压穴道。那我们修个短袜的油，我们身体油就用这个宁静玫瑰油。那我们油的追求呢？首先一不要有油耗味，二好吸收，不要黏腻，三呢就是滋润度够。因为像我的皮肤很容易干，除了干你那个皮肤看起来不嫩之外，也很容易痒。我用过非常多的油，我喜欢这一个闹市，它的玫瑰超级香，它玫瑰好天然哦，是有点你走进花店拥抱一束玫瑰，然后在你的身上，你不是闻着花朵，是闻它剥着花苞的那个绿枝的那种。然后我推荐每个女孩子，我们其实哪里会不舒服？胸部，胸部很容易肿胀。不是，不是，我都会用这个，然后抹一抹，然后啊，来耶！胸口整个胸部，然后录影存证起来，未来可以对簿公堂。我写的日记。好，然后我就会整个胸部都用。开始哦。这里有穴道，你看，你有用，我们就往外。这样子刮，除了上胸之外，下胸有也是，上胸由内而外，下胸由外而内，这样子刮，你的胸部就会得到放松。最主要是乳癌也是靠摸检查出来的。哎，对，每天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然后妹妹，因为她第一次用，她会有点怕，像我都会刮到有点红红的。不是要受伤的那种红，气血出来的那种红，不要去压骨头，是你锁骨上下这边很多穴道，对对对，这里。哦，压，哦 ，yes， 我们都要避开骨头，也要避开乳头，我们压的都是这么几个穴道，我怕他是压错嘛。还有，如果你很容易睡觉前狂抓，其实代表你皮肤太干，所以你就要去抹一些油啊，去保湿这样。以油养肌。化妆刷具评价可是有高品质，我用了多年，它的毛还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整体啊，不管是抓粉的能力，或者是上妆的能力，我都是一级棒棒一级棒。我推荐他们 Real Technique， 而且真的是超不掉嘛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多刷具，有一些刷具价格大概是它的三倍，可是大概洗两次之后就会开始炸毛。对，虽然拔掉就好，但你知道有时候会掉在脸上，就会很不爽。而且因为它的刷具，它的毛排列得很紧密，所以它取粉能力也很好。没错，想要画出好的画作，就要用好的画笔。精致妆容，我觉得它的这 CP 值真的非常高，像这个就是腮红刷、腮黑刷，然后小腮红刷，这个我真的觉得很棒哎，就是火焰的上腮红，它就可以上出更集中式的腮红。如果你真的要买一支，我自己诚心推荐的是这个蜜粉刷，它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它拿来上粉饼超好看，直沾粉。直下脸，直上直下的上。那因为我都有毛孔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它在舔平毛孔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这边是上过的毛孔，这里是没有上过的，所以这是我真心推荐。阿 T， 美国常青树的老牌子了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头发出油的问题，到了夏天你的刘海就会变得比条码还要根根分明的话，哎，这个蛮推荐的 ，Model。Mild by Nature， 然后这个是丰盈洗发精，它的控油能力超级好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时间是凌晨两点。跟大家说，我从昨天晚上洗头到现在，我保证我没有用干洗发，但是现在还勉强 OK， 而且头顶你看那个油度也 OK。除此之外啊，它的起泡也很好，然后还有它的味道，我觉得它味道很香，它真的是柑橘的，天然的柑橘，所以我懂它为什么要取名为丰盈。如果你头不油，你的头发就会蓬，蓬的话看起来就大颗，就丰盈，你的脸就会变小小，所以油头们推荐这个蜜糖给你，大推这个，因为我平常洗头都会洗两次，但我那一次用完它，我只能洗一次，将，还是很天然的柑橘味，然后透明的，然后非常好起泡。非常好洗头，不会干涩，超适合油头。保健品的部分，我们有买鱼油、维他命 C 还有玛卡。那鱼油跟维他命 C 就是对身体非常好，他们价格也超实惠，又是大品牌。我刚才听到了玛卡，你知道在台湾玛卡大多都是给男生壮阳，我们广告都是这样嘛，雄性牛。牛为什么跟牛有关系？好，我们买的这是秘鲁黄玛卡，除了就是提升活力以外，还可以调节荷尔蒙，而且就是会促进你活力嘛，所以我那时候
拿玛卡他很惊讶跟我说壮阳药的时候，我也很惊讶。我吃下来，我真的觉得精神活力的部分有明显的提升。那因为其实它就是不分性别的保健品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入手价也是蛮划算。那如果你有一购的需求的话，你再考虑台湾的那个黑玛卡之类的。要选黑玛卡。那两只老鹰叫什么？亮狗。亮狗 ，OK。那。大家比较日常需要，因为人没办法自己生产维生素 C， 就会买 C。可是我们家之前买一大桶超划算，已经吃快完了，所以这次又买了一个小的来装。鱼油就不用讲，鱼油的好处应该已经快要变成那个国民常识了，对不对？要大家记得要足够的 Omega 3。不要只顾着有六，那这些保健品也是我们吃下来觉得非常有感觉，就是值得添加在你身体健康的，也是推荐给你们。以上是我们的必买清单，那你在 iHerb 上也有买过什么很厉害的？拜托一定要留言，让我们可以互相交流。希望我买到你的好物，你也有尝试我的好物。那现在 iHerb 啊，只要买1250就可以免运费，我觉得超棒的，因为我之前有试过集运，除了就是麻烦之外，价格其实也很高。它这些东西你这样直接过来1250免运费，超赞，因为它都是从国外遥远的过来，再加上我们的折扣码，大家一定要输，因为它折了很多，折扣码请用，请用。你会后悔，以及回馈机制，还有它的大量真实使用心得，就是每一个产品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越多人评论，我们才可以从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。预收关税的部分，只要你那一单低于2000元，就不会预收关税，所以这也是一个省钱的小配宝。建议大家都是在2000以内，你可以第二单、第三单，反正1250就免运。网页上的指南也会让人更好找到产品，不论是新品精选或热销，有不同的页面，你就可以挑到更多好用的物品哦。那希望喜欢这片，喜欢，我喜欢大家也要记得订阅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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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然后比尔说，之前 iHerb 要3000才免运，所以现在1250一定要把握。这个健康呢，就是陪伴你长长久久，当做生日礼物送人也很不错。